有跟咱们的这个邻居商量好了，商量，商量，商量。商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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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啦，哎呀，我们是用地下水泥，这条地址，这个山地址，哎，我打了。还有他们有去，黄花还有山水塔，东东，对呀，对呀，哎，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谢谢，啊，这个这边来，这边来，哦，后来没事，后来没事，那个别的，那个别的，谢谢，谢谢，那接下来哦。一人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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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哎，我讲的，可能讲，来这边换，所以主要是要改家了。哦。改家了了，尾后我就讲，啊那出来，啊那做这地，啊出来心情较好嘞，看边啊咱姐。哦。我用这，我看嘞，我靠。哦，天马，高开啊！这大平，哦，中台开啊！哦。这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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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两百了，开两百，开两百的。这是主干啊，这我们大家人。
好，后来，中台。喂，哪天你做纪念，你要戴口罩。有啊，要戴，正式要戴口罩了，正式要戴口罩。欢迎嘉南集团的13位贵宾。首先欢迎嘉南集团陈和孙总裁。欢迎台益食品陈宗荣董事长。欢迎嘉南冷冻仓储陈东义董事长。
欢迎嘉南食品工业陈建志董事长，欢迎朝夕风华酒店陈建生董事长，欢迎泰安风华休闲农业陈春富董事长，欢迎嘉南建设钟淑仪董事长，欢迎川野风华料理陈志平董事长，欢迎嘉南集团郭法力总经理，欢迎嘉南建设林俊德总经理，欢迎嘉南餐饮柯伯君执行董事，欢迎嘉南集团黄淑慧总裁秘书以及陈丽珍财务长。接下来为您介绍湖北科技大学的六位贵宾，欢迎湖北科技大学张信良校长，欢迎永续发展暨社会责任处廖敦文科长，欢迎大学社会责任实践中心康世浩主任，教学发展中心肖俊兴主任，欢迎艺术中心王文英主任，欢迎助教艺术家郑云东老师。那我们也感谢今日的长官为我们指导，现场是秘书方安伟秘书，欢迎湖北政工所周英坤主任秘书。谢谢各位贵宾的莅临，接下来我们邀请黄瑞仁院长为我们致欢迎词。因为我在看 iPhone 那个Siri你戴着口罩他都认错，那你不戴口罩那就听得比较准一点，所以戴口罩跟不戴口罩还是有一点差异。那今天老实说是非常的感动跟感谢，那感动就是说我们在地的企业家嘉南集团陈和尊总裁带领的嘉南集团一共13位多位的陈董事长，当然有些是陈和尊总裁，我今天也很高兴认识的朋友陈志平董事长，现在也是在嘉南集团的这个饮食方面代表很多，还有很多的好朋友，真的是非常的感谢。其实大家都了解医疗工作是一个帮助人的事业，那企业家在整个的企业有所盈余要回馈社会的时候，其实都要思考他的每一个地方如何来帮助更多的人，那即使这样的帮助如果给医院可以有不同的一个注入不同的元素，那或者在医院需要给出帮忙的时候，那从很多的地方来协助医院来做很多的事情，即使这个可以帮助更多的人，那今天我们所展现的就是我们常常在讲医疗机构跟教育机构，其实给医疗跟教育机构都是在营造整个台湾或者国际上善的循环。那所以今天我特别的感动，就是非常的感谢陈和尊总裁还有所有的总监事们所有的董事们，大家都同意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捐赠案，我是非常的感谢。那今天的捐赠案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5楼湖北院区5楼的景观花园，那各位当然一进来马上就 take the eye 马上就看到这个大型的壁画，那大型的壁画主要是这个院区我们的发展是用肿瘤医学中心为主，所以在医院设计的时候我们的肿瘤医学中心是在5楼的病房。那如同各位所了解的，我们这个病房区是分成北边跟南边，我们那边都是高铁站，这边就是西边，所以这一栋建筑物其实非常的单纯，就正东西南北，所以我们所有的病房区分成5N 跟 5S， 就是北跟南 North 跟 South。 那 5N 病房所收治的都是肿瘤的病人，那 5S 各位所在的这个地方是南区，都是安宁的病人为多。那现在有几个健保病房是因为泌尿科床数不够，所以有几位泌尿科的病人是本来在7楼，那也接5楼的病房。不过将来如果如果医院盖好了以后，这个区域就全部安宁缓和会更在扩建，所以这个南边这个区是安宁缓和病人。那为什么会有一个景观花园这个背景是这样，就是我们在2019年在整个医院在准备肿瘤医学中心准备政府服务奖的时候，政府服务奖是非常困难竞争的奖项，
这是全台湾的公家机关非常非常困难，大概一年听说都有两三百的团队报名，那能够得到政府服务奖大概只有二三十团队，所以录取率大概只有1/8，所以竞争非常激烈。所以当初我们在规划总联医学中心在争取政府服务奖的时候，外部委员给我们的意见就是看到一个小小的地方，等一下各位贵宾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走出去在这个背板的后面，这个女儿墙，因为建筑法规的规定，这个女儿墙是有一定的高度的，所以这里这一区5N5S又刚好肿瘤病人，所以他们有特别提醒是不是在安全防护上应该有一些作为，所以其实刚开始是安全防护的作为。那这个安全防护的座位，等一下看大家我们的设计，各位就看得到，这是一个最主要的，是从医院的需求面来做。那但是我们在思考这个整个院区的时候，我一直在讲，如何给医疗机构或者台大医院、云林分院注入文艺的气息，这是我们每次在讲在做的事。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我们斗六院区宿舍的围墙有丰盛母亲河的一个建制。那最近在我们的斗六院区的整个院区的西边，刚好是鼻孔这一个地方的有一个就是置办重化的一个置地重化的一个工程，所以我们西面的围墙也都整个医院的那个费用比较少一点，所以整个医院都有一个美化的工程。那湖尾院区我在看这两个就是空中花园，稍微单调一点，所以我一直在思考有没有机会就是给他做一个美化的工程。结果我们高兴，我们从丰盛母亲河开始，从我们的斗六院区的围墙的美化，我们一直都跟湖尾科技大学社会责任中心，还有就是艺术中心，都有邓元东老师都密切的合作，那前任的林俊南老师都有密切的合作，所以等于是湖尾科技大学跟台大医院云林分院这个艺术的合作，都是跟辅科大这个大学社会责任的一部分。因为云林分院的同仁要设计这个没有办法，我们没有这种天分，也没有这个能力，所以这一面墙其实是很多的思考。那各位记得女士先生、各位贵宾看一下，因为这边看过去刚好是中央山脉，只是被这个建筑物挡住，所以我们这个意象就是中央山脉这个意象。那这个雨就是类似丰盛母亲河这样的概念，就是台大的医疗团队或者在云岭的乡亲需要受到照顾，大家一起在这里就是共荣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整个看到的是一个西边，是这样的概念。那等一下如果我们会到 5N 看那一个意象，那个意象主要是一个比较粉红色的这个意象做一个背景，但是这个也暗藏了两个元素，我们在讨论的时候经过很多次讨论。那各位可以看到，就有两种花，那是什么花？哦，大家植物，咱少年就拢无咧看，所以花比较看，所以我嘛是爱故意去查一下，一直在讨论的时候，左下角这种花哈，我就比较熟悉，是嘉义市的市花，嘉义市的市花，就是垂杨路，我是练垂杨国小的，所以垂杨路的两旁有很多这种花，不是说非常的漂亮，但是开花的时候，你也会稍微看到这个开花。那这个它的比较拗口的名字叫做燕子金，美燕的燕，紫色的紫，金就是荆棘的荆了哈，一起看一下荆棘的荆，燕子金，这是嘉义市的市花。所以因为我是嘉义市，所以我们在注入这个元素的时候，暗藏这个嘉义市这个在里面，哦，这个燕子金。那当然这个蝴蝶兰，我想各位就很熟悉的，云岭是兰花非常重要的一个，云岭县这个兰花。哦，这个松尾兰园还有很多的兰灰，尤其是这个蝴蝶兰，这是云林县重要的这个花艺，这个都已经上交到国际的，非常重要，所以这是兰花的一个元素。那旁边的当然是主要，这个是比较简单版，等一下各位可以看到，其实是有林内的，当然你说五色鸟、七色鸟、八色鸟，我们的说明是说八色鸟啦，这个颜色就看你怎么去算了。好像台湾的他们有人告诉我，其实台湾就是五色鸟。我说林内有那个七色鸟，台北的朋友说，啊，这个七色鸟、五色鸟都等下交啊，啊，看你写边那谁，他就要公八色鸟，所以我们的说明是写八色鸟。我不太知道这个讯息，
对，还是林内有特别的这个苗种哈，特别七八色，所以我们这个也是代表。那我想这个说明，我只是稍微说明，真正的这个设计理念，要郑元东老师，等一下记得女士先生，郑老师今天也有来，在这里我是特别的感谢郑老师跟我们合作非常愉快。我们这一个大型的这个景观花园这个创作，园林会的主管也经过非常多次的讨论，从如何意向的呈现，怎么去呈现，这个真的是非常多次的讨论，到这个才完工。所以这个其实嘉南集团的捐赠案，其实去年很早就这一笔预算就已经捐进了，那到现在我们才完工，所以其实说起来是有点疲累。那原因就是因为很难得这样一个大型的壁画，所以我们讨论的非常的仔细，希望说我们所设计的理念还有简单的说明，能够带给我们病友，真的是在疾病的过程，在治疗的过程里面有一个疗愈。所以这个背景我就花比较多时间说明。那最后要完成，当然是要这个捐赠啊，因为公家哦就是麻烦，公家就是你编列预算，你要招标，招标有时候做起来的品质你又很难掌握，所以用一个实体捐赠，相对我们来说是比较单纯一点。不过这整个过程，我在这里是非常感谢郑德辉总裁。第二个，我们现在就是斗六湖尾两院区，这个交通比较频繁。那我们为了要提供，因为过去在疫情期间，同事要坐车，两院区本来都是七人坐的交通车，我们是有外包的司机，有个团队在开车，在这个斗六跟湖尾两院区，平均行车时间是25分钟。但是我们个人在看，希望说我们将来除了医院的同仁之外，我们将来乡亲、病友、病人的家属也都可以搭乘。我们希望我们这个载运的量可以多增加这个 capacity， 那这个 capacity 就必须要20人坐的交通车，比较符合需求，坐起来也比较舒服一点。所以我有一天我就跟陈总台讨论到这个概念，陈总台非常客气，说他要提公司的董事会大家一起讨论。结果很快的，陈总裁说董事会一致同意，就是捐赠给台大医院云林分院在一台这个重型巴士，这个重型巴士费用其实是不便宜，所以将来我们斗六湖尾两院区每20分钟上班时间每20分钟就一班车，那20分钟一班车的概念就是，我也鼓励我们的医师们、我们的同仁，你尽量给他卖回家就卖回家。你坐车，你伫顶房可以当滑手机，可以当尿滚，或者小花度孤一下。啊，你搁开车，搁坐停车位，搁走入来病院，头路嘛爱30几分。啊，你坐交通车从门口到门口，做方便的。所以其实我是鼓励同仁尽量坐交通车。那坐交通车也是呼应现在全球大家在讨论全球暖化的议题。我们减少碳排放，也是影响我们这个让我们的空气品质做得更好。所以大家一起来善尽这个社会责任，对一个气球温度的变迁，又扮演一点点小小的一个角色，这也是我们的理念之一。那今天这个理念可以实现，嘉南集团的捐赠，让我们的两院区的交通车、中型巴士的调度更为方便，更为方便我们的病友家属，他的一个还有我们医院的同仁，两院区的移动更为方便。那让整个云林地区可以感受到在地企业家回馈乡亲这样的一个热忱，然后一个协助。所以今天这个记者会，我个人是真的是非常的感谢又非常的感动，真的是感谢云林在地的企业家，在企业很正向而且相当一个稳健的一个财务状况之下，还有心回馈社会这样的一个心，主委这个云林地区所有企业的一个表范。所以在这里我特别感谢嘉南集团陈乐尊总裁所带领的所有嘉南集团的团队。那其次要完成这样的一个艺术美化的这个梦想，这个非常感谢湖北科技大学张庆良校长，还有艺术中心老师的一个带领，还有在地艺术家郑元东老师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人文 creative 的一个脉，让这个云林分院的斗六湖尾两院区现在真的是注入了一个艺文气息。所以医学本来就是一个科学跟人文结合的科学，医学不是冷冰冰的，不是 AI 就可以取代，而是人跟人的互动。
所以我们要如何给出有温度的医疗，一直都是我在带领这个团队的时候练之在之的心。我们希望给云林乡亲给出医疗专业的同时，也要让所有的乡亲、所有的病友感受到医疗团队这一份爱心、这一份关怀之心，是我们最重视的一个部分。那今天这个机会可以落实这样的理想，那我是再次的感谢所有参加的与会的贵宾，还有虎科大嘉南集团所有的贵宾们。来，也谢谢本院的主管，在这个过程里面，总务室、公务室不断的沟通协调，还有各单位两位护理长们不断的讨论，那这一个整个的设计的理念，所以一件事情的完成，其实是需要很多人的帮忙。最后，敬祝今天与会贵宾身体健康，身体要万事如意。那当然要我万分感谢云林县政府还有湖北政风所。这两位我想在地的我们的主管都同时来协助哈，那其实云林会很多的作为，尤其最近疫情稍微有一点变动，所以昨天张县长也亲自打电话给我，在云林县整个的防疫的这个作为需要采取什么样的一个尺度。昨天我也跟县长谈了10分钟，我们有做一些建议，当然我要先跟我们的感染管制的专家先讨论，那有一些云林县的作为，所以其实整个医院医疗的推动，在地的地方政府的协助，这也是背后一个非常支持的力量，我在这里一并致谢，谢谢大家，谢谢。和孙总裁为我们上台致辞。为了校长到我这边。
缺爱仪式哈。自疫情发生以来哈，看到咱医护人员拢徛在第一线，为咱这病人哦做牺牲奉献，直接甲恁表示敬意，你们辛苦了。一定有讲哦，因为欠一台这个医疗服务的消防车，我即时甲阮所有的董事长哦，大家参详。隔天哦，阮董事长也表示，虽然疫情发生以来哦，阮集团也有受到足大的影响，不过看到医护人员哦，要牺牲，阮嘛是一定爱哦，所以决定捐一台。消防车，好，马哥总，马哥会算公益人士啦，是安怎要开这汽车的？是讲是希望会当借这个汽车的吼，来抛砖引玉，哦，搁较侪企业共同来填咱的医护，哦，咱的医疗吼，搁较健全的吼，或者吼，祝福各位吼。身体健康哈，大家万事如意，多谢各位。接下来我们邀请湖北科技大学张信南校长为我们致辞。台大医院的医师、护理人员，还有我们湖北科技大学的这个老师，还有我们县府，还有政工所的一个主管同仁，大家早安。好。这个我是去年八月一号担任这个湖北科技大学校长啊，这么一段时间以来，其实我会感受到地方的温暖啊。在我们学校丰泰基金会捐赠了学校的包括校车还有奖学金，然后今天又看到这个家长宾馆啊愿意这个对于这个台大医院啊的一个捐赠啊，除了交通车也包括公众花园。那我们知道这个台大医院跟辅科大其实越来我们关系越来越接近啊，但今天不是捐赠到我们学校，但是我们真的是好邻居这样啊，因为我们新的校区其实就在旁边的。我们也是很努力的在建设我们的新校区，然后也很高兴我们有我们的团队来参与这个整个一个空中花园的一个设计跟布置这样的啊。那我想，这个一个人的这个健康，除了身体健康以外，身心啊，基本上是一体的啊。那身体的健康就靠大医院来帮忙，那这个心理的这个健康啊，就靠我们的捐赠，我们的空中花园来帮我们促成。那我想这个都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啊，那今天我们有机会来见证这样一个典礼，那就我个人啊包括各大能够参与，那我们也觉得都很欣慰，那也有祝福，那最后祝福大家身体健康，谢谢。
艺术中心与艺术塑像艺术家郑元东老师来设计规划。那我们现在就邀请我们郑元东老师来说明那个创作的构想。首先我要非常感谢是我们郑总裁。那我记得第一次跟黄院长见面的时候，我一直想到一件事，就是医生他是一个很少数可以听到人的心跳的职业，那就像妈妈一样的让我觉得很感动。所以当时我们创作的母亲河的这个概念，那我们这次呢的作品其实是母亲河的这个概念的延伸。就像院长所说的，往这边去就是一个中央的山脉。那我觉得水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像今天微微的这个细雨，其实它就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我们现在有雨，我们就有了水，那这一切环境跟自然就会开始融合在一起。这是我这次创作的一个很主要的目的。那陈总裁其实他滋养了我的这个精神的创作，因为艺术创作对于我来讲是这种艺术，这是精神的创作。那我也想着，那我怎么样可以让我的创作可以让在医院里的同仁或者是病友们他们也可以收到？所以我就想到罗兰巴特提到如何去用筷子这件事。对于我来说，艺术创作就像是一种艺术品，就像是一双筷子。那筷子就像我拿着筷子要去夹起一坨米粒的时候，你可以透过那个筷子去感受到那个米粒是软的还是硬的。你用力过度的时候，它会散掉。你刚刚好用力的时候，你会夹起那块米米粒完整的样子。那透过身体跟精神去感受这件事，就是我想要传递给在我们两个病院的这些一种精神性的展现。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我们有四个团队来到这边，我们都是一个爱护跟支持我们的艺术品的一个团队，跟艺术创作的团队。那我在这边真的深深一鞠躬，谢谢各位让我这个机会，然后让我的作品，我的作品可以让医院的同仁、病友们，他们都可以有新的体验。那早上的时候，我就站在这个雨前面，我大概站了5分钟，就是我想要创造就是一个鱼在好像在水族箱里面悠游这个感觉。你看到这些鱼，我每次看到我水族箱的鱼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放松跟那种沉浸的一种感受。这边看到这两边，其实它是一种两种不同的一种调性。这边它是有一种 peaceful 的感觉，你会觉得自己的心是一种沉浸的状态。那你会看到鸟，鸟它一种奔放然后翱翔的那种姿态。那你会感觉到跟这些花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有一种就是奔放，然后跟一种灿烂出去的那种力量存在。所以 peaceful 跟力量都是我们同时需要，特别是在我们人脆弱的时候。那我想要呈现在这两个院区，两边不同的这种情况，就是这样子一个 peaceful 跟一个力量的一种展现。那以上就是我这一次的创作的这个内容。那我觉得黄院长讲的比我更好。燕子精跟中间的过程里面其实有很多很有趣的部分，比如说像这个山啊，就是这个山看起来像山，也不像山，像水也不像水。那我觉得艺术的精神性其实就是在这边，我们如何去看待一件事情的时候，是透过眼睛，还是透过心，还是透过想象？那我就是要传递像这样子的一种想象空间，让看到的观者他可以有不同的体会，跟不同的一种自我的连接。这个是艺术创作最珍贵的部分。那谢谢，再一次谢谢我们的陈总裁，让我们有这个机会，然后来展现这个精神，谢谢。接下来我们会进行剪彩仪式。
首先邀请黄瑞仁院长，邀请陈和春总裁，邀请无畏科技大学张信良校长，邀请泰安风华休闲农业陈春富董事长，邀请嘉南建设林俊德总经理，以及本院的陈建宏副院长。那我们现在请贵宾先帮我们拉起彩球。先稍等一下，看一下前方的摄影师。那我们剪彩仪式，等我数三二一，请剪彩。三二一，请剪彩。感谢江南集团及河北科技大学，也感谢本院总务室、林东护士，让本院空中花园增添新风貌，营造医院友善空间。感谢各位贵宾，请现场来宾给予热烈掌声。
车钥匙来代表实体车子捐赠，那我们请陈总裁将车钥匙赠予我们院长。请两位长官也看前方摄影师，谢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谢谢嘉南集团的捐赠与专业公益发起一台。那我们现在也请院长回赠我们的车子模型。感谢嘉南集团陈总裁与集团成员热心公益回馈乡里医疗交通车的服务捐赠，不仅让两院区交通往来更加顺畅，也有助于医疗品质的提升。接下来我们请黄瑞仁院长致赠我们感谢状及纪念品，代表医院表达由衷感谢与敬意。练一下我们院承蒙嘉南集团陈乐尊总裁凯捐整建湖尾院区五楼景观花园暨中型巴士一辆，协助本院美化环境，建构二院区交通，提升医疗服务品质，交惠云云，疫情可封，感佩良深，敬致谢诚。国立台湾大学28日，我们上个礼拜刚好本院改制18周年，所以我们有纪念品，包括这个袋子。这个袋子是台湾大学，这个袋子是台湾大学有授予这个云林分院，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格式。这是台南一个很有名的帆布的一个帆布袋，可以装书装文具。那我们的构思是用台湾大学云林分院。那另外我们上礼拜五18周年庆，有出版了一本档案专书。
啊，过去省立云林医院、属立云林医院跟台大云林医院过去50年，我们把一些档案，本来档案书比较玻璃比较枯燥乏味，但是这个内容相当的精彩，可读性甚高。那我们期待就是台大医院云林医院的同仁可以知道我们这个医院的历史，过去、现在跟未来，这样可以做得更大更好。那里面还有一些纪念品，包括整个的书籍的一些书签纪念品，这个一起都送给总长，还有送给各位贵宾，我们都会赠送。好，感谢江南集团热心公益，造福乡里，嘉惠渔民的乡亲。那我们现在就请长官跟贵宾，我们移驾到我们前方的头板这边，我们可以一起大合照。大合照在那边，有台位置哈，有台位置，还是这里要先照一张。好，那这里先照一张。这只是作为我们现场来宾，我们先留在原位，我们照一张合照，谢谢。后面可以站起来啊，逆光，逆光啊，光光，没错，欢迎，来，欢迎，来。麻电弯这样弯错了，来，台上一炸了，来江南集团炸炸，五颗炸炸，好，那今天惨了，那场景案有到这里了啊。
那头枕要摆一下。哇，多咱遮好天，哦，台风落雨，来，刚刚也在看，台风落雨，这个看，院长，来看了哦，看地灾，看那些，看那些，树拢飞安尼吼，啊，看我的镜头，哎，这镜头，暗边、沉边安尼，您拍到暗边，好，还是来宾，好，老院长，来，叫来。校长一起来，看我，看我，看我，一个八字形啊。安尼好，安尼好，安。好啦。那边看，我江江啦。那边看，我到。安尼有，安尼会使好，水好，好来。恁家己爱找芳吼，卖用沙着，卖用沙着来。台大医院，赞！嘉南集团，赞！五位官方，赞！那我们这边有这个公开给我们看一下上方，好，大家挥挥手。三二一，栽章。好，栽章。好，栽章。好，可以了。好，谢谢。好，谢谢。站着的吧，站，好来，好站，台大医院，站，嘉南集团，站，湖北科大，站，好，对，好，谢谢。那我们接下来是那个我们媒体采访交流的时间。来，向我们集团的拍一下手机片。来，好，来，来，您。好，好，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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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好，来关门。好，来，好，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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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门
好，喊面长，丢丢丢丢。用一张有口罩的。来，秘书帮扎掉，来，秘书莫扎掉，来。你大概扫出来。好，来，来扫出来，那个全仓哦。蒋集团站，台大医院站。好，对。那个戴口罩，戴口罩就顶。我戴口罩就顶好，来用用上网的，拍去电报的。看前面喽，台大医院站，江南集团站，湖北科大站，好。我们现场有准备我们湖北科技大学艺术中心准备的碟漆，那也配合我们今天揭牌的意向，能听能爸爸。我听到，另外那边，这边，那边应该一边的镜头，一边会用这边，那边放一边。差不多这安全嘛，这起码得安全。这里嘛，咱刚两百万，两百万开。对对。哦，做位，做位，做位。你钓个钟，这等于几百万啊？几百万。啊，你钓个两百万，啊，车三百，车三百几的，来车三百几万的哈。三百四十二万，车三百四十二万，他都拢无放金币啊，太死了，玩死了，太。三百四十二万，哦，那不简单，车子342万嘛，交通车啦。那景观花园200-220万。两百二。那个那个写真景观花园这个大概多少钱？是220，还是200？我们走200号，它是200交通车。交通车300。220。三四。景观花园差不多220。220，三百。车子342。200-300。但车子就三。三百二。来，来，院长，给恁两分钟，用小布来，一起来，老表，边防一下，好啊，好啊，来，好来，会会。
咱云林在地企业嘉南集团捐赠台大医院云林分院芦苇院区五楼病房景观花园的一个美化专案。啊，这个病房主要就是在照顾肿瘤的病人，啊，跟咱安宁款的病人。所以这些患者的景观花园，经过芦苇科技大学艺术中心，还有艺术的老师郑元东老师，做回来设计，跟咱周围主管人来讨论。我感觉讲这个实在是这个意向非常的好，这个理想会当完成，我真正是真非常的感谢嘉南集团陈德尊总裁所带领的整个所有董事长的慷慨捐赠。另外就是咱是到了较好会两个义工，这个交通的问题，因为我希望讲会让咱的病友还有家属在斗六湖尾两院区的移动。尽量来让走交通车，所以咱本来是七人座的交通车，今嘛希望讲有二十人座。嘉南集团的董监事也非常的慷慨，捐赠了这个中型巴士，那这样让两院区的移动可以更为方便。同样也是呼吁整个联合国的节能减碳的这样的一个作为，以咱国民，咱就安尼来个行动。所以今仔日我个人代表台大电影国联会员所有的同仁。非常的感谢嘉南集团这个慷慨的捐赠，我们一定会让我们的病友得到更好的照顾，回馈于你的小心。哦，赞哦，我跳江，哎、啊、哎，那个王总裁，好，你好，好，好，您好啊，您好，来，来，一定是可以满载，来，你加油，对，给他打分，来，你看这个镜头吧，好，来，开始。即摆嘉南集团对台大学来，主要是三到四个人，中搭交通车，予台大当接待员工甲病者。啊，去年是200万的安宁病房整修，嘉南集团就响应台大伫分宁设点照顾中立，吼啊，会当伫永和街地方的心态来付出，嘉南集团。总裁陈和春，也带领嘉南集团继续努力打拼，继续做公益，期待今年当愈来愈好。谢谢。张校长，张校长来，张校长来。好，来 ，OK。我今天的角色大概是有两个角色了哈。第一个角色是因为是台大的邻居，那我们跟台大医院这边也经常有一些合作的关系，就是医疗方面的科技，那我们学校老师这个都方面有参与这样啊，这是第一个角色。那第二个角色是今天的这个展示来讲，黄总画的展示实际上是由我们学校的助教艺术家这个来创作。所以说我们也感到很荣幸有这个机会来参与，那当然我们也感谢嘉南集团的董事长这边的还有的集团里面的董事长愿意来慷慨解囊捐助台大医院。我想台大医院守卫我们云林乡亲的健康，那特别是我们芦苇老百姓的一个健康，我想是非常的，那透过这个捐赠这个中型巴士也可以让两个院区跟主流院区之间的交通能够通顺，来照顾我们更多的百姓。谢谢。好，谢谢。
来，摆下椅子来。你坐吧。这个贵了。这个贵了。哎，会会会滑。
兄弟，别跳，用安尼顺着。声音未叫咯，声声音未叫。你去那边吧，去顶他吧。好来哦，哎，冷文静德来。哎，台大医院，站。嘉南集团，站。嘉南集团，站。台大医院，站。好，哦，我放来。啊，我。团长，你这个站起来，第一次要装台前列兵啊。好五条嘛，五条嘛，拢录影，拢录影。来，你等几个钟啦？会厌弃了，连黄院长的领导之下吼，你看，壁画、美画、艺术歌名，你看看咧，啊，车龙棍，你看反教够济，这拢个伊个拢个百外号呢，你无拜托院长咱斗瞧一下，看袂着。无啦，即卖已经愈来愈济啦，已经愈来愈济啦，反正无问题嘛吼。我这台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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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台车
有，所以咱即嘛，咱迄、个宿舍东南方好的边啊，咱北要开3500万，要做停车场。这五省每年变多呀，但是这当然来有一些变啦。很多北停车场已经客满了，对啦。所以你若看未来房价就是无。啊，有当时啊，咱就湖尾南边宿舍边啊吼，你停车场即使免费停车场吼，你嘛是爱停到边啊。对啦，但是我感觉使用者付费啦，还是要收的啦。你收了我到我来控制，控制迄只。我较远，我着。你若较远，无收要紧嘿。规划无。你着无收，啊，这个爱收。因为这过来若要去新的病院。哦，你要买药啊？你有这个要使用啊？吼。啊，咱即摆伫规划啊，迄个。一般的，一般人的心里就是说，他就不进去了，他就停这边了。没啦，所以搞他们收费啦。哎。他回迄个，每一人每年五成，都把我搞变起来。我做地下室嘛，以前无位地下室啦，那家拢哦，啊，当然新的病宜的有啊，地下三楼，地上十层，地下三层。你当时要动工，咱即马在咧招生意，即马大家在招标，今仔日上去招一部，今仔上去招。南平过一条，过一条高的南平，挂50公顷给咱用嘛，过咱台大去做咱的台大分校嘛。对，他一直无来，一直分部，无来。好好地，今嘛咱就便宜嘛，便宜俩。啊，过来搁边啊，迄个国家级的高龄医学暨健康物质研究中心。哦，迄个今嘛你国医院，迄几个拢国家出资，21亿。哦，迄个拢国家出资。哦，拢是这个做。那不过那个是研究中心啊。啊！你50公顷嘛，就要用阿里了。啊，未来要做济个。我建议先，还是无偿过用哦。每家4.5公顷的。哎，啊，过来个教室做那贵，啊，过来国家级的一些东西做做，从几几公顷的。哦，阿里要做济。过来宿舍。总裁，迄时阵吼，咱管政府个以为同意哦，无偿过用。对，即摆转过吼，台湾大学，还是用台大人家设校。哦，啊，但是讲，就是等讲咱只高中地方方便啦，啊，要吸引啦，主要是因为在上课啊麻烦，啊，不然这案子转去平淡，转去人何处理？啊，咱转便宜先存下来啦。啊，即摆要啥？即摆你用了买了差不多40公斤，要不要？即摆过来就是，因为产学合作机构这边啊，农学院都拢会来。哦，想。即摆农学院的实习的地方有动物医师、植物医师。他将来讲，因为咧绿能，伊咧研究，为爱做地所在，伊是来遮同方便。对嘛，拢有较高级个，差不多拢研究所的层级啦，做一个研发中心啦。研发中心做方便。龙博是这个方向吼，还是？南边。哦，你要做迄个布袋戏的研习中心，用挡冻土啊，挡单位。龙博。哎嘿，大张，哎。台湾大学都是在盖戏的，农业博览会。这一个橡皮，台湾大学校门，所以就表示台湾大学了。哦，这个啦，我即马就兼这个云林分部的召集人啦。哦，云林分部啦。所以我平行一定要兼台湾大学。规划要加速啦，加速这个规模啦。即马虽然讲用无济，已经诶，干那只达只公顷100亿咧。已经100亿的经费入来啊咧。是餐厅啊，哦，这个呀，哎，为家开始落单，农民的地啊，为家开始落单，50公顷，反正无偿作用，所以咱是很有效率，是旧的矿工基地吧，旧的矿工，较早去训练中心，矿工训练中心在遐，国防部，啊，国防部，为家开始落台湾大学，哎，国防工没有，福科大学多啊，那是南边，不离近嘛，南边，方向好近，哎，有一条高轨南边，我爱这七段征收，这是管政府老来的地。你标示我们，你来标示。咱们来规划。那如果不规划，你就钱，你刚才拄仔我讲两个案子，
这个博伟的二期工程跟国家级的研究中心，这两个还是一百亿。啊，你就坐，免遐坐啊！你坐到免遐坐，你就免讲补补起你啊。上次一定来问看嘛，小英，小英啊，这个小英是便宜啊，所以叫人家。所以叫人家。讲你要找你，你莫。当然，我咧。当然是安想的。想到是怎啊？就跳上去做院长。对对对。咱乡亲若要去做面嘛，把你敲一个电话就，都拢做动的。做亲戚来，听来婚礼就做亲戚，家己嘛，家己人。所以听到家己嘛做亲戚来，家己婚礼做亲戚。啊，咱有人伫中央吼，好办事啦。对了。诶，院长若去中央，咱就好办事啦。即恁即交通爱小花点点，你看你即个路是咩环境？为即个路应当是卖何环境？特别，干部就去安怎做这动线的指挥位置了？别看门口呀，暂时别看门口呀。后面后方就行。啊，一般患者用开到家无？你就开往看。增加，谢谢，哦，那预价增加，哦，起来，九点三，九点三。
我拿便当给你。哎呦，便当啊，还有啊。一个放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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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